人生来自乐于助人。小芬，你看，哇，里面好多钱哦！这个人好眼熟啊，是常常跟我们搭同一班车的女生。掉了这么多钱，她一定很急。我们在这里等等看好了。小芬，你看，是她哎。你好，谢谢你们，我找了好久，还以为不见了。那个，你听得到我们讲话吗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叫小芬，她叫点点，是个神经很大条的家伙，你不要在意哦。我不会在意啦，我是小米，要怎么谢谢你们好呢？这没什么啦。对呀，那我们可以当朋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们有兴趣一起去看一位足画家的画展吗？